确定吗？确定。以前是这样子，先背一个电脑。啊，你现在等一下就讲一下。六。你要站这里吗？你不站下面。三二。欢迎收看《木曜四超玩》。想不到吧？突如其来，厉害了吗？我们还在那边讲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一次乐华夜市？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来到我们久别的地方，太棒了！上次来超久之前了。我现在突然间，我的记忆里面，突然间出现了当时我跟小青蛙来这边的缠绵的那种画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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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当年祖孙缠绵的画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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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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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没有对不对？没有没有，我直接预告下周祖孙缠绵特辑，我们会把你们当作缠绵的画面，全部从垃圾桶里面刨出来，可以这样子吗？不信的话，你说没有对不对？没有，我们问当事人是不是有一些，应该是没有，不可能，因为我不可能说你来我节目，我去停你。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多少有一点？我不可能有停过你，你就勇敢的说出来。我停这么多人，可以说我不可能会停你吧？来问他有没有？不可能吧？有吗？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我有停过你。你是会对你那时候对我还有点兴趣？怎么可能？那个时候还有情，还有情？不可能，说听我说，现在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情有停。今天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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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有停，写作勤劳的情有停了，绝对没有停。各位隆重介绍，当年勇闯乐华夜市的开山始祖，其实就是小青蛙跟你。好了，玛利亚桑，乐华夜市还是没得。还是没得，从来没有来过。那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的节目，去夜市逛逛的这种经验？真的节目哦？没有哎。没有吗？没有，真的第一次。Vlog， 你自己的 Vlog 有吗？自己的 YT 频道是有的。有吗？你自己有？有啊，杨洋三频道。夜市哦，去逛夜市哦。去台南。台南。你是去台南，但是乐华夜市这么近，你没来过。吃东西也没来这边吃过，没有的。这边是跟你游戏的是呢，古奇拉。厉害的是直播，没有来直播过，有路过就算了，是直播。对，我们今天玩一个小游戏，想不到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说哈哈哈哈哈哈，这次来我们就戴着口罩，下一次来我们可能就是穿着太空衣在里面走。喂，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就好了，绝对是不用戴口罩，不用戴口罩，而且里面车水马龙。可以说是人声鼎沸，一定是。然后各国的游客都有，大家都没有戴口罩，哎，因为后来发明一种透明的钢盔，跟鱼缸一样戴脸上，是全透明的，喂，好不好？啊，听我说，听我说，讲讲讲。今天呢，算是这个乐华直播露出，算是试播级试水温，试个水温。因为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走进去，对不对？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当年我们是不是水泄不通？我们问你，问你，台哥，台哥，问你，台哥，问你。还好，都比较认出台哥而已。其实对啊，今年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哦，当年他们是真的，人家不认识他。真的，真的，真的。现在进去还不认识他，那你自己就要检讨了。检讨，真的。就不管了。真的，先拿九十几万粉丝哦，先拿切切好不好？听我说 ，OK， 听我说，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我跟你们说明规则，等一下超级轻松。你们三个人真的就去逛夜市，一起逛。看到你们想吃的东西，是不是喘了？什么很喘？没有啊，热吗？没有，不热，不热。想吹冷气吗？我 OK， 我 OK， 我 OK， 我 OK。听我说，不用，不用，不用。看到任何想吃的东西，直接买哦，你们全部都买，就是真的吗？打个比方，比如说地瓜球，我台哥最爱，台哥买，你也想吃，你也买，你也想吃，你也买。OK。回去以后，对不对？我们会把你们三个人买的东西分成三份。Okay. 然后棚内会有来宾去猜，说哪一份是谁买的，全部都猜对的人就可以跟你们三位一起享用这个美食。所以我们买什么，他可以看到我买什么，然后他也可以看到，温妮可以看到，你也可以看到温妮，然后他买，就是我想买的，他也可以买，可以。OK， 是来宾，现在在棚内都不能看，他们现在眼睛都绑一个眼罩。哎呀妈呀，好好好，可以哦。所以他不想买就不买喽。对。那可以买几样？有钱的限无限样，无限样。我们全部跟当年怎么会一样呢？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刷卡的嘛，之后再付就好。来来来，我们可以用那个数位支付。总共买几样？无限样。好。但是我跟各位讲哈，就是你也不要太夸张，说无限样你就把整个夜市搬回去买，你觉得大伙一起吃 OK 的量。好，那只有一个条件，一定要买饮料。好。你们三个人要搭配一个饮料，好的，算是提供给参赛者一个线索。我可以上，但是没有规定，比如说
台哥他自己不喝，他就不买冰的，没有这个限制。他可能可以混肴作战。放了一杯全冰的甘蔗汁，买热的，买热的，买热的，好，好不好？好，自由了，自由了，自由，因为现在35度嘛，自由了，自由。那我们出发喽，开始，勇闯乐华夜市，这个 yes， 乐华夜市，一个一个。哎呦，我跟你讲，这里每一家进进进，走走大路，小心哦，小心，接过接过，不好意思，小心，小心小心，后面有车。哦，哎，信号 OK 吗？超久，超久，超久。哎、欸，你这边稍稍微码，稍微码 OK。哎、欸，他们在排稍微码，我要不要先来就先排啊？我靠，出来，出来再出来。米肠包厢的，哎、欸，全部都是满的。哇塞，哎、欸，我看到，这不是有点卡？好啊，要举手啊。刚刚没有。糟糕了，哎、欸、哎、欸，我跟你讲，我想前面就先买，还是回来再买？先从前面夜市的时间要开进来，等一车子，还是这边的住户，还可以吧，还可以，就还可以。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声音正常，清楚吗？先弄那个。Yes， 好不好？看一下，看一下，小心车子，小心车子，让一下。大哥 ，Hello。哎呦。我跟你讲，我先带你们去吃那家那个羹了，好不好？白糖贵，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白糖贵。哇，大家前面都没买。前面北藤贵。都没。哎，他以前这边哎关了。台哥你要找什么？那个没了吗？那个什么摊子那些都没了，没了。我记得这边有一群那个什么羹啊什么的哦，在前面。哎哎，等等，他想买玉米，你们要陪他买，规则是这样，有人想买就要陪他买。生烤玉米，嗨，您好，我们想买一下烤玉米。哦，买个烤玉米。是要硬一点的。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的？什么？硬一点的。好。我们是要大的。你要大的，买一个大的，你要吗？我不要。我不要，一个就好，谢谢。皮皮卡拉伊的是吧？皮皮卡拉，可以加一点辣。可以，谢谢。这次先给你们就好了。好，谢谢哦。谢谢。真的。摄影师不见。好久没有来。他在里面。あのね、烤玉米啊。大好きです。好きじゃないです。でも、这个买的是给お客様。啊，真的。对，那你要不要再多一个？哎，对。对啊。两个。哎，这个买的话是给来宾的嘛？没有，你们待会是大伙一块吃，来宾猜的时候会猜说跟谁买。哦，我跟你说。但如果你看了，你觉得你也很想买，你也可以买，因为没有规定你们东西不能一样。那你就买一个。哎，好了，等下可以规定来宾不准吃。好，我跟你说。怎么吃？对，那你买两个啦，万一来宾想吃，不好意思。来宾想吃也不准吃啊，管他的。没事。你因为你也想吃，我就多买一个。可以切一半呢，阿姨。我们可不可以再多买一个？可以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过来拿。OK 啊。好，谢谢。那这一次是一样，等一下一起拿吗？对，一起一起。哎、欸，工作人员在那边等好吗？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嗨。Let's go。好了，然后再去哪里？往前走。往前往前。嗨。哎呦。哇，终于有人认得你了，死贵，哦，死贵死贵，来哥来吃东西，哎，我们要来挑好吃的，哦，那个好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国民的水准真是很高，每一个人的口罩都戴得很好，真的，但还是有人边走边吃的。你要西瓜汁，那等一下出来买，还是现在就要买？快先点吧。好啊。你要小杯的、大杯的。大杯的。大杯的，不要加冰。不要加冰。好。我们想点一个大杯的西瓜汁，不要加冰。哎，大杯的，我们大家过来拿。谢谢。谢谢。等一下，集合一下，对啊。
怎么你们走路的速度有点不像是在血压期，很像是特华夜市竞走团，走很快，很快呢、啊。我示范一次，关键是的速度是这个速度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你那个真的太快了，我最讨厌就是这样。夜市就进来看，哎，吃吃吃吃，然后就走了。你看，我示范一次，我示范一次给你看，你刚刚的速度。太快了，日本人的还要几十块，啊你还要几十块，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在乎你走路的速度吗？怎么说？我怕时间撑不到。哎，你先讲这种话，讲这种话，节目是这个吗？是这种节目吗？送节目是这种节目吗？就是这种节目。啊，糖葫芦，糖葫芦在这，糖葫芦，糖葫芦在这头。哎，你好，你要吃什么？你要番茄的还是？番茄蜜饯。你要番茄蜜饯？你要番茄蜜饯还是娇兰啊？你要娇兰啊吗？我第一次啊，我就是可能可以。娇的娇兰啊，台字。我托啊喽，托利纳西，有演施工奇案那一位。那我们要一个娇兰啊，一个番茄，眼熟眼熟。蜜饯，谢谢姐姐，带走带走，确定是他。可以帮我们分开装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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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付钱。哦，这个一定好吃的，我不骗你。哎，赞赞赞！他每天运动，我要来一个鹅啊煎，然后你煎两份，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有一份，两份那个粉都少一点，谢谢。你要吃的吗？哎，旁边美女要吃的。他是谁？不知道，他谁？不知道。来接我的是哥。哎，等一下，问你，等一下他是谁？台哥 ，OK 啊。我还想说，说不定是五十步笑百步。羊肉，羊肉台北当地的食材过来。我先跟你插播一个小小的消息，刚旁边有一个姐姐，那我们就相信她是台哥。两份 ，OK， 太瘦了，谢谢。谢谢啊。刚有一个姐姐经过之后，不敢跟你相认，因为她说你太瘦。谁？已经走了。她说太瘦，不敢相信是。等一下他们来付钱，谢谢。羊肉的是？炒羊肉的是？炒羊肉的对对。你要吃这个吗？炒羊肉吗？你要炒羊肉吗？要。你要炒羊肉吗？你要炒羊肉吗？要。炒羊肉，啊，要加沙茶吗？啊，我要加沙茶。沙茶羊肉。对。老板，麻烦炒一份沙茶羊肉，谢谢。外带，对。一份。小辣。小辣，谢谢。好，付钱。我可以吃客家小炒吗？客家小炒可以啊。你们拉他，我怕他会受伤。我们要一份客家小炒。我说你要不要这样子拉油？要了。要的话，哎，要的话，这样我吸收了我的。真的吗？哪里不特别在的？热炒店的。对啊，热炒店，太棒了。我们点了那个客家小炒一个。你要吃姜丝大肠吗？姜丝大肠蛮有味系的是呢。我们在直播，那我们有一个节目，每个礼拜四晚上都会吃。你要不要吃一个？今晚得直播。大肠不敢。没。ダメですか？你吃吗？好，好，他们会来付钱，谢谢。假霓虹啊，那剪刀式手铐。我的话是俄西兽呢。我到下部就有了。すごいな。还是今天可以买那个冰吗？啊，我到下部买杏仁茶的时候，买什么东西？我想买之前那个我们第一次来那个乐华，然后很有名的。啊，わかりました。嗨嗨嗨，甘蔗冰，得一秒子，得一秒子。啊，甘蔗冰，美味しいだよ。想吃哎。哎，今天雪花冰。啊，这家杏仁茶应该是强的。热杏仁茶，我回来再买，我回来再买热的，我回来再带。好，先不用，我待会回来再带。啊，到了，我就是要买这边的羹，阿国虾仁羹啦。啊。阿国虾仁羹塞塞锅的是呢，我要一个虾仁羹，你要？我也要虾仁羹。你要虾仁羹吗？要。阿龙呢？没有香菜。但是没有香菜。你打算剪的？我也不要香菜。你要炒米粉吗？我不要。你要炒米粉吗？玫瑰。三个虾仁羹，一个炒米粉。带走。带走，谢谢。啊，不要香菜，谢谢。谢谢。啊，死过来。要辣吗？要辣。我的要辣。都要辣。哎，
这是土托鱼，对不对？那就三个虾仁，然后一个炒米粉，两个土托，土托鱼，谢谢。啊？鱿鱼汤还是干的鱼？哦，你说这可以干的鱼是不是？哦，这样子啊，那干的鱼好了，谢谢。给干的鱼两个，哇，太棒了，两个干的鱼。好，付钱。我一吸呢，哎、欸，我跟你讲，这家好吃鸡肉非常好吃。你好，赞，嗯。这家好吃到炸了。欢迎我，哎、欸，来，来一盘。好。这边是吗？不，我要包嘅，要等一下，这无吃。这 ，OK， 水啊。160。好，哎、欸，给钱160。我跟你讲，哎，我用，这给我了，包给。这什么？这什么未来世界？就是跟旁边的人说，阿尼，加厚，你哪加厚品？行动支付。收，谢谢。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喝起啊，喝起啊，赞，看到没有？这两间是我最想来吃。我想，我们在那边聊一下再走，因为累积太多，他们会跟不上。他们现在一个一个把你买的捡回来，捡回来，捡回来。我们让他们跟上来一点，我们再往前走。好，这一家已经哇，超级，我跟你讲，20年。这一家我跟你讲，跟这一家，这两家是我经常来吃的，还有那家杏仁茶。我每一次来就一定要阿国跟好吃鸡肉，好吃鸡肉阿国，阿国好吃鸡肉就这样。所以你杏仁茶开始前面说的是很快，然后这里就我最急的就是这里。付钱，是，其实谢谢啦，其实不用特别演这个桥段，其实不用特别演这个桥段。高博勇，高博来，拍谁拍谁，拍谁啦？来，老板娘好好啊，真的，多谢嘞，走走走，好赞，哇，我跟你讲，这家牛，这家是牛杂也是不错，好吃的牛杂。我们家冷面是韩国正宗的，韩国的，去过韩国就吃过。来，我跟你讲，你要不要点？你要不要点一个？我点一个那个朝鲜冷面。好啊，好啊。朝鲜冷面来一个。好。好。来个朝鲜冷面，然后来一个。内行人就吃朝鲜冷面，真的。牛杂来一个吧。来一个牛杂。来一个牛杂。要不要尝试我们家大饼？大饼会太多了呀。那个老北平的。我们的面是限量的，限量供应。您看一看，量多不多？我看看。我们面是这么做的，我看看，正宗的韩国面。不，你是都没买？哦，有买吗？对，台湾吃不到的。哦，好。哎，你们会不会不够呢？手工面啊！哎呀，好棒！待会要面回去，要不然要。哎呀，好。面的配方跟这个，我也可以帮忙拿。对，我们到极限的时候叫小兵过来吸收第一次。那你们回去整理，好，要半小时。你老家哪的？我是哈尔滨的，哈尔滨的，到我这边有不少朝鲜裔。哎呦，太好，哈尔滨的。要不要进来尝试一下？哎，不行，我们还得做节目。OK， 我们就大饼来一个，朝鲜冷面来一个。OK， 牛杂来一个。好，好不好？老顶峰了，好吧？谢谢。哎，那个藕来一个。藕来一个。哎 OK， 这是土豆丝啊，香辣土豆丝。来一个，能不能吃了？可以。这两来点麻辣，不要加香菜，什么都可以。OK， 不要香菜，什么都行。OK， 这三个都来一个。好，谢了。谢谢。给钱，接。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没钱了？不是，那是一直以来的问题。问题是说，现在等一下猜，对不对？对。太容易猜出来你谁是你，因为你买的没有啊。刚才是牛杂，他是牛杂，你们分配的，分配吗？这么狡猾？你看，我跟你讲。刚才这个藕啊，土豆丝，还有这个干丝是他买的，然后我买朝鲜，他买的是朝鲜冷面，你要买吗？他买的是朝鲜冷面跟牛杂，你用分配的，分配啊，没有人格特质，那咋不分配呢？知道吗？好不好？天，好嘞，我们走了，好，继续，行 ，OK， 谢谢，生意兴隆啊，谢谢，太好了，好小心哦。呀，苦的莫吸收呢，苦的。这个也很好吃。好，我现在带你们去吃那个最屌的地瓜球，等一下来买。海哥，我们先走左边。我现在带你们去吃那家。我们先走左边，因为这样子回去的时候比较顺。先走左边。左边没有东西了。左边的再退回来就是右边这样子。左边没有东西了，左边不用去，不用了。
左边不用去了，不用去了。哦，不是不是，这家猪血糕要去。地瓜血糕，这家了。对，这家。这家看到没？低端了。我跟你讲，这家低端一定要来吃的。我们要猪血糕，三只都不要有香菜。哎，你怎么会知道这家猪血糕很好吃？我吃过呀。他常常来啊。对呀、啊。什么口味啊？蒜味、辣味、原味还是沙茶？蒜味、辣味就不要沙茶，其他都可以。蒜味、辣味，蒜味加辣，对，蒜味加辣，赞。这三个我们一人点了一支，对不对？我们等下点了一支，他们可搞不清楚，对啊。谢谢。赞赞赞赞。我现在的声音应该是有进直播了，对不对？我讲话大家应该听得到，对不对？那我跟你们听得到。调查一下，就没有画面。不行，我们要带回去。我好想直接吃哦。哎，啊不行，我不能直接吃，因为我们不能在路上吃啊。现在规定不行，对。对，现在不行。对啊，现在不行。还是会吧。应该是阿杰啦。泰哥被夸奖说你好帅，都不会。给 game 了吗？那个姐姐，老 K 蛋呢？杀手。这家我跟你讲，大家注意。可以。算是方圆百里，哎，不，百里太夸张了，方圆十里最好吃的一家。真的。这家可以推，这家可以。地端啊。他厉害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卖猪血糕的大店，你会觉得他是兼着卖。老板，他这样藏在那边弄。刚好来了，他才出来这样。地端。真的好厉害啊！我靠，当然有过嘞。我发现一些美食。你过，给钱，给钱了没？给钱。你不用一直上演那个给钱桥段，我们自然会给，好不好？走走走，谢谢啦。我跟你讲，这边有重庆小面，你们要不要吃吃看？这个真的是好吃的，这家好吃。对，重庆小面，因为这边能够买到。真正正宗的重庆小面就不容易了，你要不吃吃看？想吃吃看。还有它的红油抄手也很好吃，好不好？你要点红油抄手，嗯，对不对？嗯。那你要吃什么啊？你这样子好了，红油抄手面，好，你来一个这个，好好。阿龙，你要哪一个？酸辣粉，我会吸收的是呢，嗨。来了，他知道。我们点一个手工酸辣粉，哎，外带外带，一个手工酸辣粉，一个红油炒手面，外带，谢谢。对，不要香菜，哎，小辣，哎，我小辣，小辣好了，都小辣，都小辣，哎，谢谢 ，OK，Thank you。点完了，两个。嗨，拜拜。哎，他不在这是吧？啊，我们去的是呢。古鲁阿吉。古鲁阿吉。古鲁阿吉。你会想去玩这种东西吗？不会。不会。奇怪，我对这个都没有兴趣，我都不会想，那送给我都不想要。朋友。我不想，不想要那个干嘛？水果是不是？我想一下，水果是哪一家的？啊，巴拉多卡，诶，巴拉多卡。啊，国旗的话就多，有，这边有。地瓜球放在这边了，是这一间地瓜球。快乐地瓜球，是这个。是这个吗？快乐地瓜球，啊，就多。我问他是不是那个？那家，老板，这家是大的地瓜球，这边的地瓜球其实都蛮好吃的，都有外送。是啊，那边好危险啊！还好你有钱。而且他好了，这边没有什么了。位置一模一样，然后哎，我们要折回去了，同一个品项。对啊，那个还是他开的分店。我们会不会买太多了？刚那个弹珠干嘛买太多了？已经好像自己买了什么，好像有一点。啊？好像要开始
喝的啊，甜点之类的。我现在啊，最后我们买冰收尾了。好，买冰跟牛奶。玛丽亚跟小青蛙。对啊，我在看。没有没有，我在跟观众讲话。那我说玛丽亚跟小青蛙，小青，他是前面的，是变成小青蛙。他们真的走太快了，各位观众，他们真的走太快了。甘蔗，甘蔗是好喝。逛着逛着就瘦了。很多同一种店，然后怎么发现哪一家好吃呢？哦，但是有一个雷达。哦，真的。说的是呢。不，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乱跑。对啊，我很会看。我呢，我跟你讲，这家绝对好吃，我会骗你，这家一定好吃。嗯，但是太多了。这家我跟你讲一定好吃，永平米糕。臭豆腐的味道。臭豆腐。啊，甘草芭乐来了。真的走太快。芭乐阿里玛斯。夜市竞走走太快了。那边有。声音有进去对不对？这边可以先买芭乐。他们在笑，应该是有进去。我们在这边吃过那个蚵仔煎。对啊。在这里，我们想要这个芭乐，脆一点的。脆一点。对。这个是原味的哦，你要干炒酸梅。我要原味的。好，稍等我一下。谢谢。不知道。他刚说。这一次要买几颗？够了，他要买全部。哦，买一份，对。那你要吃加干梅？哎，我记得这个可以，哇，这个很强。哎，还是我们干梅粉，我们另外自己蘸。好。啊，你有看过上面写上传失败？我帮你去可以，帮我去包的，谢谢。那我们买两份。哎呀，要上传失败，谢谢。然后算你的还是算我的？算你的。好，算你们两个人。好，好不好？算你们两个人。老板，要不要加十元都送你一个？没问题。谢谢。好不好 ？OK。对啊，芭乐好，谢谢你啊。粉都放旁边，我们自己用。OK。好，谢谢。好。情人果啦，我跟你讲，你跟你逛夜市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会瘦，你知道吗？怎么说？因为你真的走得很快，我都喘了。哇，这情人果好棒！慢点，长，你要哪一种情人果？哇，这个好吃，这很好吃，这梨啊，梨子。对，你要尝尝看，用牙齿一样尝尝看。この味はね、絶対美味しいですね。これ何ですか？これは情人果です。这是什么口味？白糖口味。白糖。肥猪的摊是不是在这边？全素鸡那个乌梅哦，这个乌梅口味哦，它是叫这个名字的。哎，是吗？是。啊，公平。你要被感染到了。公平。最近不要这样乱拿。公平。这个斜转角的。这个桃子。老板，跟你借个酒精，可以吗？可以跟你借个酒精，可以。可以来。我要买桃子。好吃。桃子超好吃，哦，超好吃。桃子特别大一点。桃子。桃子。桃子，我们买。前面价钱都一样，小的7两150，大碗12两200。那我要小的。200。200。好。啊，这个白糖青莲果。这个也是200。好的，200。好的，这个200。啊，不要，这个100，这个100，好不好？可以混在一起。对，好吗？是，可以的。很正哦。好的，我李亚。红肉梨在这边吃了吗？还没。来，没有，就赶紧先吃再说。哎，它是红肉梨，它一样会带酸。不是。这个买100就好了。这100哈，不用带酸。好，这个碗。美女，谢谢啊。不客气啊。好。你有加阿布玛利亚的粉砖吗？是啊，没有，桃子的话冷藏个三，我们就卖，不要放进来。真的吗？你有加玛利亚粉砖吗？没有了，回去。有那个业务上，大家叫乐华情人果，对。OK， 他没有加，不加糖精 and 人工色素，睡啦。突然，没有。啊，秋麦，不然你会知道，对不对？啊，对啊，因为这个自己的直接半冷冻。好，哦，真的吗？因为我们用一个小小的手机直播，阵仗比较小，没关系，一个就够了。嗨，好，我们就付结。好了，我们结束了，要买了。你好，什么东西收工了？工作，对不起。什么东西？甘来甘蔗。来，还有我们在那一条要去那边啊，那要等下去，那个要等很久。我是吃西瓜球也是在那，西瓜球也是。
还有地瓜球。等下先讨论一下，怎样？听说你剩地瓜球跟阿白藕银是吗？对啊，没有，我地瓜球、杏仁茶、阿白藕银，还有那个大肠包小肠，还有那个。我现在无法估计你的量是多少，我只是微微的担心，觉得好像似乎有点多。你自己衡量一下，因为我不知道。OK， 够了够了。听我说，经过孟景，都是那位特别来宾吃吗？你们全我们全部人一起吃。特别来宾就泱泱啊，还有谁？就都扮演啊，就搞这套、啊。不是，你听我说。是谁啊？听我说。谁啊？只知道、啊。今天的来宾真的大咖。真的大咖。好 OK。孟警官的调查，那个你想买的那个地瓜球，其实他搬过来这边的，在灰城就会遇到了，就在这里。啊、那买了地瓜球，然后买这边冰、啊，不买了，来不及吃、啊。我想吃、欸，靠，好，那买，不是，我们现在赶快先绕到买冰，再过来买地瓜球啊。那你从这边退啊，这样从这样子会很远啊。那这样警才都是夜市。哦，那快，对，好，那走，来走。哎、欸，对，还有沙威玛，靠，还有沙威玛，还有沙威玛，不好意思。小心啊！小心，小心！哎呀，沙威玛，我靠，赞！啊，木瓜牛奶，过来，过去。我想买木瓜牛奶。木瓜牛奶 ，OK。木瓜牛奶。可以。我有西瓜汁了，他要买。要木瓜牛奶。不要冰，谢谢。不要冰。要冰，ダメだよ、これ。氷はダメだよ。喂。好，谢谢。阿姨哥。Ice cream 啊，大妹。啊，白甘蔗汁热的来了，好了，我带个热的热饮回去。啊，我有杏仁茶了，算了算了。これ三あのこれ三サウイマあの食べたいですねこれ。すいません。サウイマも食べ三份。三份啊，一份好了。刚好，刚好你看孟警官的手。欸、可是三份才130呢。明天的早餐。对啊。もうでもあのね、皆さんの食べたいですねこれ。啊，对，三份的。三份好了。酱少一点，谢谢。好，三份。OK 了，你先孟警官，你先讲一下，你先不要动。现在的量大概是多少？你报告一下，因为台哥没有看到，他过去买，他还会忘记。大概还有五包这样子的量，可能要最后一样。不能买了，不能买了，走，我们要节制，不能再买了。都这样，肉华夜市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每次到肉华夜市就是没有量，你知道吗？不能这样搞。那这样你现在讲，你要讲限制金额嘛？你听我说，我推荐，因为你听我说，现在肉华的夜市就它就会东西好吃，听我说，一直买，你知道意思吗？这是一定的，听我说，你懂不懂？就我可能想买一个牛仔裤，听我说，听我说，我觉得你再买地瓜球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靠，你想吃啊？不是，不是，听我解释，因为阿白藕银是那种排队店，你现在去，我去，你看要不要排队？你去，当然要排队啊！你看看。你在要不要排队？你再告诉全国观众一次，你在要不要排队？要啊，对吧？那就对啊。你看看要不要啊？当然是要、啊。当然要不要嘛？当然是要啊。哎、欸，他这叫杏花。托里巴汤的是，巴汤。托里派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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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香的。排汤，乖乖，地瓜球到了，注意注意。地瓜球算谁的？算我的好了，左边，快乐地瓜球。啊！完了，要排队，这里，要排队，完了，我看就排吧。
我跟你讲，我们在排队，对不对？对。在商量是买多一份哦。在商量。像话吗？这样像话吗？叫我们对得起他吗？那你就帮他再多买一份啊、哦！不是，我排到后面，排到后面，不用，排到后面，排到后面。排这边谁排？梦泽，排这边买一份地瓜球 ，OK。你看到没有？这家这么热门，大包的啦。好，好不好？梅子粉，梅子粉另外放。OK， 我想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说，因为我们都在动嘛，静下来聊聊天，让观众看你聊天也不错。或者是你就真心想要去冲冲看这片冰，就冲一下。我跟你讲，我去没有问题啦。你看我怎么处理嘛？以我的经验啊，先不讲你，先讲我的。以我的经验，周末的黄金时段去吃这片冰，通常都是要等至少30分钟以内。哇塞！你看我怎么处理来？那万一最后他说台哥要等45分钟怎么办？你看我怎么处理嘛？就是回。哦，孟哲说时间快到了，来不及。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还要回棚啊，那回棚还要装什么的。这片冰，这片冰嘛。我看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这片冰我们让工作人员去买。不要买了，那就算了，那就算了。这片冰反正就改天吧。真的，那我们就改天，下次留一个小小遗憾，改天吃。太讲太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堵在这个地瓜球，那反正也没事，我们这边等吧。好，你在这边等，然后呢，我去买那个叫什么来着？杏仁茶，杏仁茶一定要热的。那镜头跟他去买杏仁茶，你们两个也去，我在那边买这边冰，哎，不是，我那边买地瓜球。然后就是以杏仁茶做 ending 了，这边的 ending， 好不好？好不好？快买到了吗？快买到了。OK。你常来买吗？能常常来买吗？很好吃，对不对？OK。所以你平常都戴着安全帽讲话吗？难得 OK。哎。你知道我们节目吗？有。有看过我们节目吗？我们是什么节目？木曜市场。啊！换纸，换纸，答对了吗？说的是。你答对了。答对了。请问是要买大份的还是小份的？大份的。你要买大份的。什么口味？原味是。我跟你讲，我们请你。请的啦，因为你答对了。对。但你让我们先好不好？不是，有开玩笑的。没有。我们这把没有，我们自己买。没有，我们自己买，我们自己买。买的。啊不，那我们要跟他买，不是。你这大不了行了，不行，快，你不用摸线啊，真的不用了。没关系，我们买了，可以小朋友跟你们拍照吗？他们是重要的。哦，那这样要买十包。是啊，我们要看一下。你们的都我们请。真的真的，我们请你们，我们请你们，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啦，没关系啊。叔叔，我们不仅请，还跟你合照，好不好？叔叔，拜托。我们可以这，等一下，这是相关人士吗？这不是相关人士，相关人士不是吗？啊，爸爸，对嘛，一起的吧，你们一起的，对，不是，爸爸是爸爸，收下，来，我照，因为里面两份，那个也是我们请你的，对，来，快点，来，拍一下，一起，弟弟，啊，手机给我，我帮你们拍，好，一起，我帮你们全部人拍，要不要？好，来，进，好。粉丝不要误会哈，他们有花钱，你们懂吗？不要闹了，好了，不要乱讲了。三二，是我们花的。来，再上，三二，好，谢谢， okay, 谢谢，好，谢谢。最后 ending 了， ending 了， ending 了，走吧。谢谢。ending 了。哎，刚刚那女生你说要请她的，你要给她买啊？哎，对哈，不能骗人啊！我安全帽贵，那个安全帽的那个女生，我们答应要请她，所以要帮她付。好，快去。好了，我跟你讲，最后 ending 就是 ending 在杏仁茶了。好，好不好？杏仁茶 ending 了。杏仁茶就要回去了。我最爱吃杏仁茶了。真的吗？因为杏仁茶有那个哎。还是叫小我跟你讲，刚那个重庆小面那个都很新，蛮好吃的。看来不来得及。然后那家我跟你讲，那个冷面一定好吃。我不会骗你。跟五百点那家是新的店，我们要给他一个支持，因为他算我们台湾的新著名嘛，对不对 ？OK 的。棒。太好了，哎。哎，收摊了。他们收了吗？没有，在前面。哦，收口。各位观众，他们真的走太快了。不是，我说那个，我们刚吃的那个，你可以看我在后面有多收摊了，冷面。他们真的走太快了。在哪里？是吗？哦，楼顶峰。对。
我这样帮你扶的会更屌，对不对？好像不错，对不对？这也太少。OK 的。甘草巴辣，哎呦，这个巴辣也屌。来，杏仁茶。他都已经到这了，还是？我知道，我们在上面过去。这边有卖有三，这都。我帮你，老板你好，我要一个热的杏仁茶，带一个油条。那你给他。中的好了。茶中的就可以了。跟他们了解。对。大的。哎，那就大的，那大大，没问题。油条不会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讲，这家，这里的独门生意啊，太好了，就是他们这一家没了。几十年老店。但是你一怎么就变了？哎，谢谢谢谢。哎，我等看，我等一下。我知道，我知道。好，拿。好了，收摊了，我们走了。ending 了吗？杏仁茶，杏仁系列，三生有幸啊，好不好？对对对。OK 的。买完了。看到没有？三生有幸。你是买什么温度的？热的，100度。我跟你讲，买我听你听我说，嗯，买一个热的，你自己喝，然后我们买一瓶冰的混摇式冰，没有里面。热的杏仁茶是小青蛙买的，你们不能这样串通啊！不能串通啊！战略性分配，他刚讲的，这是你讲的吗？还有说热心，你发自内心的。对啊，那你买一瓶冰的给我喝吧，因为我想喝冰的。再一瓶冰的带走，谢谢，给钱，走。好，老板，生意兴隆，拜拜。谢谢，谢谢，拜拜。去外面。これカレーライスは美味しいですね。これ大好き、食べたいですか？でも我们已经买很多了。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玛利亚刚想吃咖喱王子，是不是？下次我们人多的时候可以买更多。好啊。那个很 heavy。我们可以庆祝啊！下次我们就摄影机呢？下次我们就庆祝我们那个疫情解封，然后皆さん集まれ。一緒に食べて。そうですね。いや、美味しそうなこれ臭豆腐ですね。今天可能是放假前夕，所以夜市真的超多人。对。其实西瓜汁就要买这家的，刚刚小青蛙有买，买了吗？青蛙买了。买了。好，等一下车上够塞吗？是不是？柚子辛苦了，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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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柚子我来。小心手，我帮你拿一点。对对对，柚子。凯哥的，然后家人跟也凯哥。对。凯哥，我来帮你。不用不用不用，我可以我可以。看到巴拉好像是玛利亚的，方块好，快好，方块好。我刚干嘛要吃那个什么东西、啊？这太烫了，太烫了！你是不是意犹未尽，台哥？感觉意犹未尽。我跟你讲了，妈，什么都想买，靠腰嘞，超想买。哦，你们没有人买绿豆沙哦啊？哦哦，没有，我在做效果，我在做效果。我的工作人员说：“你要买吗？你要买吗？我帮你买。”不是啊，我坐下过来。对啊，好快！太快了，大哥，你走路太快了。到了。
我拿那个大石梯，我们的车。哎，不是。好，集合，大家看一下。集合，集合。来来来。哇。哦。总共我们今天买了多少钱？总共价钱讲一下。两千多吧。三，我这边一千二。一千多。怎么觉得好像会多？大概就你那边花多少？七百。那边七百，一千二七百，一千九。柚子你那边多？两万二。八百而已。两千七。两千七这么多？对，天哪，两千七刚好。在餐厅吃饭一样。两千七刚好差不多是日本 YouTuber 最爱拍的，一进门烟乐华夜市，因为一万日币差不多就是两千七。可是问题是，你先看我们买了多少东西，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一下，可是你知道日本那个单元的 ending 是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吃掉，当然吃完了。我们公司有这么多人吗？有这么多人，很多人，大家一起吃。不过你们一个问题，当观众看到一群人在街上做节目的时候，他们是知道这个节目所以跟，还是只是想说不知道干嘛在跟？我们来问一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节目吗？不要吃好玩，掌声鼓励，太好了。谢谢。我们现在等车来了。我们现在在等车。等的情况之下，好像可以跟他们照一张相。要不然他们怎么这么久，对不对？哦，他们说，哦，不用是 不想拍啊，好像还好。对。好像还好。来了吗？来了吗？在后面。哦，那我们上车吧。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拜拜拜拜拜。来走，从人行道八库。我其实可以，我可以停吗？看就停棚内接得住吗？可以 是？等一下，棚内可以。嗯，镜头在哪？我去，不要拍到门牌了。你干嘛自己出来当人质？那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们回棚内喽。那我这边的机子我就先停一下。啊，我知道。那个，我先遮一下镜头，然后冲上车，然后直接遮掉。各位等我一下哈，因为我怕拍到很多人的车牌。请阿良。可以吗？你可能要靠着墙。那我们现在有把来永威镜头后面，你把转给棚内吗？如果这边卡的话，就是阿良在。我们镜头有没有转给棚内？我撑到他没讯号。好。帮我复原一下。我先上我的摩托。嗨，现在他们在回来当中，我在这里作证。是门神。我是门神。等一下啊，等一下还要再试一下，他们现在上车回来当中。只是因为我也看不到留言，所以我不知道。对。大家稍等，看一下。哎，有人说阿良是不是有变瘦？你发现了？我跟你讲，真的变瘦，而且你看我的脸，帅个不行。我跟你讲，最近真的在减肥啊，之后会那个完美回归。没有幸福肥吧？之前更肥啊，现在是那个就是。有稍微在控制，但是也没有过度的运动，就是有小运，也没有串位啦。他们就是在坐车回来嘛，啊，然后我坐侧边又不对，所以我只好坐中间。怎么没有变瘦？有变瘦吗？我其实真的现在有变瘦啊。
应该看得出来吧？我现在不能脱衣服，不然现在那个腰身是吓死人的那种。不要瞎掰好吗？对啊，之前真的有点太胖，我那时候自己看到那个荧幕里面的我吓到，然后上次有机会去那个上班不要看参加那个蔡哥的那个女仆的，结果发现看到影片之后我也吓到，直接关掉，不敢留言，不敢看。我跟你讲啊，之后如果练好，真的也裸身跟台哥一起主持了啦。台哥主持，他在面前主持，我在他的后面裸身，那个 Q 节目流程。啊，今天会有一个特别来宾哦，但是我跟你讲，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这个是特别情商在情商才瞧到的。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我现在也先不公开是谁，等他们回来之后，一切就会真相大白。你信不信我就这样进电梯？可以啊，我们先上上班。Rain， 我就问你信不信，我就这样进电梯，你信不信？暑い。暑いですか？回这里吗？あのね。各位观众，我们就直接这样进电梯，你相不相信？直接接近棚内，接了啦。来来，一起 ，go go go， 因为你们也是很重要，要整理你们的食材。哇，想不到那个谁，伊达这么小一只，抬这么多东西。把你把人带来，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干嘛？我跟你讲，我们将要拍一个新单元。我上次不是给你录了一个全新单元，叫做 OG 孤桃舒适圈吗？跟你讲，这是恭喜你，今天就是 OG 孤桃舒适圈吃鸡，大哥要吃吗？大哥要吃吗？看一下，我们根本就是把夜市已经搬进棚内，真的耶！我跟你讲，这还是冰山一角。嗯，我今天还没有把我的实力整个展现出来。对，我一个下午那天我还是手痛，我那天要是不是手痛，你看我能吃多少东西？你的实力是指说你的大胃王实力，还是指你花别人的钱的实力？你先讲这种话。都有女生，我喜欢吃的东西，我就会想多吃一点，就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先开始吃了，因为我刚刚已经不好意思，这个就不拆了啦，我已经把杏仁茶已经喝掉了，杏仁茶我也受不了。我想你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美食节目。VCR 吃完一些接地气的东西，直播节目还要再吃，哎呀，喝完东西会让，这个是老人才会这样子，顺便漱口。可能啊，不是因为我就上，我就上，因为有些会。因为牵在牙齿里面，一体会牵在牙齿里，把漱一漱。因为我刚刚有吃那个沙威玛，然后一起都吞下去，好吞嘛。啊，这斗鸡上，我鸡上行为。啊，爸爸也会这样吗？我爸爸不会，如果我爸爸做的话，怎么会这样？就都被嫌弃。黄总，黄总是搞。哎，那我爸长的，我爸讲的先生会这样。我爸讲的先生是美国人，所以不知道。Oh yes, it's really good. 也说不定。It's delicious. 也说不定。Oh shit. Oh shit. 好了，听我说，我们开始吃了。不是开始吃，还记得我说的游戏规则吗？怎样？我们要请一个来宾啊，然后去猜。好，我们欢迎泱泱。听我说。什么？大胃王。不是泱泱。尖尖。
芊芊、欧良，那就这些人啊，还有什么 ？Fredo 上一个很屌的来宾，他是最有资格来猜是谁买的这一通，因为他对我们节目够了解，而且有这个 sense。蛇丸，其实都很多人蛇丸呐、啊，蛇丸，嗯、蛇丸太远，蛇丸为了我们来，不会是蛇丸，蛇丸太远，来，你们知道来宾的位置哈？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木曜第七人，秋海、啊，蔡哥、啊，我听到是蔡哥，蔡哥，你好，我在这边，我就闻到这些味道了，我准备要来见见大家，好久不见。我们先访问他一下，请问一下，哇塞是什么意思？哇塞，怎么可能是请他？你是不是这样特别的人啊？蔡哥，知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指名临时动议请你来？哎，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今天没有泱泱，我们一定要叫你来。我刚真的是被拖着过来的，今天那个兄弟拖的动力已经少了80%，动力。而且最主要的，我们要真正当事人要真的等，要好好问他一下。是是是，你今天去拍那个什么15分钟，从头到尾不剪，你是不是就是为了去停？也没有，没错吧？没有，找机会聊天来这套嘛。是有想要聊天，但是我觉得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哎，杨肯试一下，他其实有一些可爱的地方，想要把他聊。要透过你。没有有台哥有，台哥有，你怎么发现我可爱的地方？有、啊、台哥、啊，台哥有非常多可爱的。15分钟，你下次又搞一个，16分钟，17分钟，对，泱泱的18分钟，泱泱的1个钟头。没有台哥的话，可能要聊15个月，要聊久一点，我觉得要太久了，对对啊，太久了。你问台哥愿不愿意？可能15个月就很紧绷，因为怕之后这。会爱上台哥，很熟悉哦。不要，你为了要亲者自亲，对，你十五分钟系列，下一次就邀请台哥去。对啊，哎，不是，我先问你，是是是，你请泱泱去15分钟这件事情，对，你想了多久？我想了一个晚上，然后没有睡着，因为我就觉得说，到底跟泱拍什么会比较有趣，然后就想，哇，你怎么想到这个？才定主题，还是说已经想好主题才约的？因为刚好那一天他会来我家拍片，我想说不能浪费这个机会。他会来你家吗？他为什么要去你家拍片？因为我有跟 EC 说，哎、欸，好像可以有个主题可以互相合作这样子。我来替各位解释一下，我来替各位解释一下。自己敲通告，就是他自己去敲了泱泱来，他跟他一起拍片。既然人都来了，停一次不如停两次，所以就停两次。也不算啦，就算是一个大家互相的流动。各位，这样会比较有趣。我听你讲一句话，对，现在情势一面倒。对对对，我替帮忙兄弟讲句话，对，停一下。他现在是很有骨气的，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合作，对不对？很有可能成为绝响，对不对？他今后他跟泱泱就是一个，就是黑夜与白天，就是日与月，看得到他就看不到泱泱，看得到泱泱就看不到他。从今天开始这样子，所以本节目基本上就看不到他，因为几乎都有泱泱。对，泱泱出勤率很高哎，所以只要以后泱泱偶尔不在，就你就会出现。对，除非说我真的把泱泱就是认识到。他跟我算一起的，有没有？这个不可能，不可能。来，觉得有可能一起的，请举牌。哎，海哥说可以，海哥他举牌，我就举手，我手痛。好，说他是反对，我刚刚马上要跟你击掌的说，我现在就不能击掌，我手掌在痛。好，不要击掌，不要击掌。好了，可以吃饭了吧？所以他要不是吃饭，他现在要猜，我现在要猜是哪一托，哪一托是谁买的？其实我对大家对三位真的非常了解。哦。你看到一个猜对了，就答对，你就可以分享。好，哎，等等，这样好不好？因为他刚刚说他对三位非常了解，对不对？对，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的 power。你现在不经思索，直觉反应，直接讲一个台哥喜欢吃的东西。台哥喜欢吃那个牛乳，那个牛乳，一个薄乳薄包装的那种牛乳，然后还有菠萝面包。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一组？之前是喜欢吃的。情报研究，你要从这个里面挑一个我最喜欢吃的。你让他讲，他知道就好了。你不要讲那些。好好好。来，然后让你直接反应讲一个，你觉得玛利亚喜欢吃的。玛利亚我都喜欢。我不熟，我跟他不熟。哎，没有，玛利亚就是假装跟我不熟，但其实他跟我私底下是有话聊的。没有。故意泼一堆猫咪，然后就是故意对吸引我。没有，我是吸引别人，怎么会吸引到你？哎，不行！来讲一个他喜欢吃的，他喜欢吃的是比较甜的东西。对。
好像也对，也喜欢咸的，也没有不对。那你讲一个小青喜欢，小青喜欢吃的东西。他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有。他喜欢吃的东西比较少哎，烤肉是不是？你喜欢吃烤肉？烤肉有啦，我们有一起去吃过烤肉，有，他吃的津津有味。那太长，我不知道怎么接了。就你喜欢吃什么？我随不要随便讲那三个啊，随便就讲三个。猪排啦，我知道，我刚开玩笑啦，猪排啦。你现在才想起来吧？玉米。猪排免炸鸡啦，薯条啦那种东西。对啊，就是那种的。泰山比较了解。我们没关系，我跟你讲，对一个女生了解，她就喜欢什么，她麦当劳儿童餐啦，就是这样。对啊。我跟她讲，她们两个女生，我反而还蛮了解，她们喜欢我这种类型。你看玛利亚那个拒绝的那个感觉，充满了恨。他那种拒绝的感觉是问他说：“我现在把你遣返日本，你要不要？”啪啪啪啪，那种恨度，赶快让我过去。但是我看快点挑，我要吃了，完全知道了啦。快点，这个就是台哥的啦。哪一个？台哥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讲解为什么？因为只有台哥会切这种整块肉的这种。他懂吃，就会吃这种，而且他有骨头的地方多。什么东西是有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哦，那个肉就会特别好吃。肌肉啊，这种。哇，真的假的？切整盘的啊，这一看就知道了。好，然后我们先不告诉你正确答案，你先全部猜完，然后我们宣布有没有答对的。对，然后像这一种，哎呦，这两个有点雷同的，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问你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玉米嘛，他烤玉米。他喜欢吃烤玉米啊，对啊，我刚刚讲烤肉也没有错啊，烤玉米，我是不想要秀太多，因为我秀太多觉得好像说我们私底下有一些什么，有什么？我想听你说。所以我就我想我也想知道，我们偶尔会吃饭，会聊聊天，聊聊心事。五年一次算偶尔吗？我们是怕他这个偶像经营会被我们打破，不然我们是快一点的。概念是什么？这个啦，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阿布的，因为我觉得它的量没那么多。阿布本身小鸟胃，它量我是看量，它的量比较小。所以来，我们就来检查一次，最右边就是你的左边是阿布温尼台哥，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来，请问你们三个人翻牌，请问他有答对吗？确定哦。而且我要再讲最后一个，台哥其实这个不是他会喜欢，这太多了，他不喜欢吃那么多炸的东西。对不对，台哥？你不会喜欢吃那么多炸的？所以你要换答案吗？但是这个还是台哥的，没有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有人会送他，我猜会有人送他，因为他这个量多到有人很多是送的感觉。哦，你说那个夜市很热情的相亲，会有刷脸的人。台哥，请你啊！对，请你啊！有些可能是女生想要亲你啦，也有可能，也会。我们想要金力，金队可以，好，确定吗？确定，来。三位主持人，请公布猜歌的答案是否正确。在那，这个哈，我的是对的、啊，对嘛？台哥对啊，恭喜，因为我跟台哥比较熟啦，对啊，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的是错的，所以他只能吃我的，对不对？对，好，那我跟他share。对，台哥，我们两个吃，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我们两个应该就会饱了。终于可以吃了，来，台哥，没有，我们没有猜对，你们两个要先旁边坐一下。不是、啊，不是这样，是你去旁边坐一下。吃，不用，不用，吃了。而且台哥这个呢，没有用香菜的。他们两个试图用驱动粉丝毁掉你，现在装可怜。嗯，快吃！不要！吃吧，拿回去，拿回位置吃啊。嗯，有没有盘子？哦，台哥你也会吃蚵仔煎哦？会啊。蚵仔煎也是我会去盘子吗？点的东西。台哥，不如你坐回去，我帮你拿上去。好啊。小心。哇，玛利亚喜欢吃烤玉米。说，这是土托鱼，对不对？烤玉米好好吃。烤玉米日文怎么讲？环梅。焼きとうもろこし。小心哦。焼きとうもろこし。超美味しいです。想吃酸辣粉。这个我可以拿。好。一半一半。好。没有我怕。那我坐这吗？我坐这。没有，你出来。你好像是第七人呢，怎么会这样？我拿个碗。不好意思，拿个筷子。筷子跟碗。你觉得？大哥坐好。那我帮你拿这个。孤家小。这个是你的吗？嗯。啊？有没有卫生？意外吗？我想说拔辣、啊。之前有讲过拔辣的笑话。想说拔辣应该是你的。什么拔辣的笑话？想听什么拔辣的笑话？就是
如果很多芭乐，你要分辨是哪个芭乐的话，第一个芭乐是芭乐 A， 第二个芭乐是芭乐 B， 第三个芭乐是芭乐 C， 是芭乐 C， 是芭乐 C， 因为这是日文呐、啊，他说玛利亚竟然知道，对，是芭乐 C， 答案是芭乐 C， 芭乐 C， 对，很久没有来，怎么又变更新的感觉？好。今天来心情如何？会有点寂寞吗？有吸管。刚开始有点紧张哎，可是刚才这样稍微配一下，哇，那个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熟悉的蔡哥。对。你应该很少来我们直播，对不对？之前前两年比较长，现在后面就比较少。是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叫你，没有太红了，没有没有，后面可能你们觉得说还有更好的人选，那我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在家里慢慢等啊。啊，如果我那个热情邀约你，你就会来吗？会啊。啊、像今天这样没有洋洋你会来，对啊，那么难，就比较勉强啊。没有啦，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游乐园，那个动物园，然后4-5点的时候他问我，然后我就说，哎呦，好像真的你们今天人比较少。你在拍片哦、喔？嗯，我们就在拍动物，已经开始拍动物了，对不对？人已经拍不够了，然后开始拍动物了。来来，尝尝看。这是什么、啊？这是酸辣粉，尝尝看。哦，我还真的没吃过这种东西。这个酸辣粉，我告诉你，绝对好吃。嗯，我不骗。看起来很好吃。可惜老板没有看过我们节目，他看我们节目，他知道说他家的酸辣粉在是好吃的，全世界有这么多人看到。欸、所以他是认真的，就是照一般客人的样子做给你，就是这么多。对对对对，都这么多。哇，哎、欸，对不起对不起，这会超级饱的。这我想知道，谢谢。我跟你讲，夜市有一点不好，就是会吃超过。哦、oh, ，那偶尔爽一下可能可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对，你们为什么要把这边空出一个人的位置，然后四个人挤在这里？很近，比较近。啊，你说比较近 ，OK， 这样比较好带，合理合理。玛利亚，酸辣粉要吗？啊、I got a good mask。好，尝一点点。玛利亚喜欢吃烤玉米，很酷哎，很好吃哎，我看到烤玉米每一次都会买。哎、欸，可是漂亮女生不太吃，对啊，因为她那个嘴巴张很大，然后牙缝会塞爆。哎、欸，拿一个条根，那边有一个大的，没事，你坐着吧。哎呦，来，这个要感觉要糖，像你要西瓜，啊，你说这你的西瓜吃哦，对，我的苦茶小草也是，苦茶小草一点是高，然后你喝一喝。我再来这边要特尝一下，你也知道情人果，日本有情人果吗？没有哎。日本没有这种，对不对？因为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说情人果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台湾会做那个冰在冰箱里面，然后会很像冰块这样脆脆的。真的？对，很好吃，冰的很好吃。看看。哎，我跟你讲，这家酸辣粉，我告诉你，它的绝对，这你的了。好，没休息。没休息就是。所以这个会很辣，对不对？对。嗯。来试试看。我试试看。大家一起。嗨，我是。都没有题目，哇，太爽了！哦，有点，好好吃哦。嗯嗯，有点酷哎，这个口感是 QQ 的。这个好好吃。对，嗯，各位你去找一下这家好吃哎，酸辣粉真好吃，老板没有乱讲。乐华，这个麻辣很好吃。乐华中段。嗯，我从中国大陆。哈尔滨来的新住民，我们要支持他。哦，他们自己做的，家乡味，而且他还会做四川的料理。这个好好吃。这是另外一家四川是另外一家，对不对？对，还是同一家？是另外一家。四川粉是另外一家吗？对，可能。那那同一家。牛杂好像是同一家。同一家。不是啊。那他的肉用的蛮好吃的。好吃啊。他肉用的蛮好吃。因为它的肉看起来会是比较柴的，就吃起来是很有水分的，很赞。对，这个好好吃哦。我要吃的话，喜欢吃辣的。我专注要再加一杯，我今天找心理专业，因为我喜欢吃酸的。因为我们刚刚点的比较小辣，你也不知道这个程度。这个我们应该是可以吃到中辣，然后再酸一杯。好，下次。好吃，好吃。哦，这个很酸的，好吃。很好吃的，这个好吃。还有那个玛利亚那个果果条，这个桃子也超好吃。好，你敢吃这种？超好吃哎，真的超好吃。以前我去，就是我们士林夜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水果摊，然后就真的看到很多日本人就会在水果摊面前，然后点那些水果。你们是大家都会知道说要去点那个水果来吃？对啊，
因为我们水果只能在超市买，然后自己切。哦，是哦，没有人帮你们切好的。来，你刚猜对，直接猜对。对，这一盘就是还有一点。那个，你要不要吃那个花枝根？哦，你们都吃很大份的。虾仁根，虾仁根，虾仁根很好吃。哦，所以才配那个土托鱼。哇，这个酸辣粉超好吃！哎，这酸辣粉太有水准，没骗。是哈尔滨同，下次想吃中辣。哈尔滨兄弟，哈尔滨同学卖的吗？哈尔滨，你这有水准，水平太高。哎，哈尔滨是地理位置跟韩国很近，是平行啊，差不多比韩国纬度应该差不多吧？他说他们应该再高一点。他说他们家乡有很多韩国人，所以他们做的那个韩国冷面很到底。嗯，所以我就问台哥说，是不是他们地理位置很接近？他说是。朝鲜。那这种 QQ 感觉有点像哎。嗯，哈尔滨要在北方啊，应该纬度应该是跟大阪应该是跟大连是平行的，嗯，纬度的话，可是它烧色也很好吃。你有办法允许一个直播这么安静吗？因为我看你跟那个十五分钟哦，你哇拼命哦，大家都拼命讲。像我们这样子会吃东西很自然，这样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习惯？没有，我在想说我要接话吗？我在想，我是问一个问题什么的。哎，我问你啊，你会不会就是每天都处心积虑想要约洋洋？哦，不会啊，不会。去拍什么什么的？没有，我跟洋洋拍电影也只是为了让台哥有话题，然后来跟台哥聊聊天这样子。就是这是我的中心思想，台哥主要是这一块，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其实倒也不用，倒也不用，尽量不用，尽量不要，很用心，但可以不用了。台哥都有偷偷在看我们其他小朋友的节目，没有，他是推给我，不得不看，不得不。我那天在节目来讲说，他不知道推给我干什么，但是你心里是很热爱的，我觉得蛮好笑的。他看我，那从头到尾不知道在干嘛。我听台哥讲完，我回家我也看，我觉得没有那么难看，嗯，就是很紧凑，对。然后洋洋比我想象中的还会聊天，哇，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聊了一大堆，对对对，他好出力在一直狂聊，好出力。那么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封面是洋洋上次超级敷衍，就是。你这个有那个影片的封面，我觉得这个无手，你这个无手，真的洋洋上脸，你现在还会讲无手？无手，超敷衍。没有，你以前喜欢一个男生的时候，你就想要捉弄他？不会，你会？我听你讲过这件事，你会？你会的，但是话题断头台，我要带吉隆青，他直接把你切断。你会不会？你会不会？不会。我要讲不会。他会。射手座不用怕，你就是会。台哥好无聊啊。台哥你会吧？台哥你会吧？会什么？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你可能国中国小的时候你会拉她辫子啊。我从来不做这种事。你不做这种事？我觉得做这种事很可耻。他会，我不会的时候。比方说以前我喜欢一个女生，难免都会有青春期，喜欢的时候，会，我都会这样在旁边这样偷偷这样看，来来了，然后后来同学知道我喜欢她，然后都会说，哎，那个谁谁谁来了，我就不要这样，然后女生这样走过去，哎，很屌。他会起号吗？那这样有机会吗？你们有接触到吗？没有，连话都没讲过。啊，可惜耶。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在旁边这样想看，然后也不会点头。然后他只要往这边看，我就像台哥，你这样回家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呕吗？你没有出手到？不会啊，不会，不会。而且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或干什么，你就要去。就表达说喜欢他，对对对，就是要去不要。我最讨厌一种人，就是比方说你跟这个女的在一起，那你就一天到晚嫌她，有一种男生很讨人厌，然后等于说，哎，然后比方说，哎，女朋友很漂亮，说哪有她很丑，哎，什么？我好贱内这种，我很讨厌这种男生，真的，这种男生真的不值得跟他在一起。比方说，男生称赞你女朋友好漂亮，你应该说啊，谢谢，你看吧，只有我在。等一下，有人在线边的，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有人在线边，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你懂意思吗？就是说，就是又一种
开心嘛，嗯，对。他说，然后女生穿的露了一点，穿那么露干嘛？什么？哎呦，不要，尽量放胆。露有什么关系？因为是，不要怕嘛。是我们在妹就对了啦。但是呢，跟风跟風，你不用每一句话都搭了，有些梗哈，扫到就算了，在先边就好了啦。所以我现在改变了，我觉得阿布跟那个温妮其实是蛮漂亮的，是很漂亮。你想要讲说你本来就是会欺负喜欢的？对，我不能再欺负他们了。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很漂亮的。所以你就是那种小屁孩，你小学就会欺负你喜欢的人。我跟你讲，其实也没有，我会害羞。还有，其实啊，像我们是，比方说表演者，我们的工作是演戏啊，是是是，或者是主持啊。然后说，哎，最讨厌听到人家讲一句话，就是说，是真的吗？你们不要再演了啦，好会演。我最恨人家讲这句话，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人就是很真情的跟你讲说，很好，然后你就要讲说，哎，你都最会演。真的，让我讲这种话的人真是没有戏。让我来解释一下，来，因为台哥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暴虐的人，但是他的情境是这样子。我解释给你听，就比如说，台哥去吃一个东西，或者他啊，我想要怎么讲要，哦，就是。你讲一个笑话，然后你的笑话讲完，然后台哥真的觉得蛮好笑的，然后台哥就说：“哎，蔡哥，这笑话真的蛮好笑，而且你刚刚反应很真实，觉得哇，你是年轻一代里面算很好的这样。”然后就说：“台哥，你不要演了啦，怎么可能？我没有那么好啦。”然后第一次还没关系，然后台哥在说：“没有，我真的觉得蛮好的，我觉得笑话地里面你表现算不错，对，再多加油。”我跟你讲，他说：“台哥，没有，你走，你太夸张，你不要演啦，你这样演得很像，我都不信了。”然后第三次，台哥说：“不是不是，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你很棒，我希望你可以进步，很棒。”然后之后你就，然后你就说：“台哥，你演得太像，我都以为我自己，你就已经被打了，是这样的情，已经讲不出下去。”就是他在认真讲话的时候，这样他是这个意思。嗯，但是这个在中华文化其实。会有一点那个矮音矮油，就是因为你不擅长接受到别人的称赞，会有点啊，不啦不啦，拍谁啊？这个最不好就是什么？对对对，就有些学生说啊，你这样真搞呢，真搞他称，我都跟他说谢谢谢谢，他是读的还不错，谢谢你的称赞，他会更努力，这很好啊。对，不啦，个西电他不想烫啦，他明明就很好，你还骂已经台大了还不会，你还讲这种话，是不是？你本来是谦虚的，台进不适合套进这个，讲到最后一个情境里，你反而伤害到你的孩子。哦，这真的，所以要多去称赞别人，多去说，哎呀，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你真的今天穿得很漂亮，哦，我觉得你今天穿得好棒哦，你这样好漂亮哦，真，为什么每次说，哎，你穿这样干嘛？怎么这真丢脸？你既然跟他这么丢脸，你干嘛跟他在一起？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听我讲一句，对啊，太批评了，太批评了。我来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好，来听听看。我跟你讲是反向的。我当时什么心情跟现在什么心情跟你们分享？好，就是那个我国三好考上师大附中的那一年，嗯，很屌。然后我外婆就很高兴，她带我去那个日本在台协会申请那个去日本的签证。然后在跟那个柜台小姐在处理我的签证的时候，她就跟那个小姐讲说：“我孙子考上附中，我很开心，他很努力，然后想要。”犒赏他，送他去日本，这样。我当时超生气，我说你不要讲，丢脸，白痴。哦，会会，你跟他讲啊。然后我就一直骂他。然后现在长大就觉得啊，就觉得很怀念。如果能够让他看到我们现在节目做这么好就好了。我懂，我懂你那个感觉。长大才会懂。那我那时候觉得超丢脸，说你干嘛讲，白痴，人家没问你。哎，我想要特别场外发言一下，就是刚刚百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脸整个涨红，他有点快要眼泪快要流下来。对，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哽咽。你好认真，好帅，好帅。那我觉得以前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你也会很害羞，自己家人去看你的毕业典礼啊，或者去学校找你，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那个是很。他家人也很窝心，老了才懂啊。对对，真的是长大才会知道。小时候他们真的会觉得很骄傲，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对对对对。你真的是，我哥太棒了。还有猪血糕。哎，我刚吃，我快胀死了。嗯，真的，吃很饱哎。还讲你的衣服。把它说说啊。哎呦，这是什么玩意儿？那个沙琪玛，沙威玛。沙琪玛，沙威玛。没有，我现在我对不起，我后劲有点强了。其实我的意思只是说，就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对，或者说是你是你的另一半，或者说你是长辈也好，或者说你是男女朋友也好，
要多称赞别人。嗯，我的意思是这样。他如果本意想称赞，你就大方的称赞，就多鼓励别人，然后多称赞别人，对不对？然后不要去骂人。嗯，哦，这倒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讲说，有一个妈妈牵着孩子在前面慢慢走，她可能没有注意嘛，那你车子就慢慢跟就好。嗯，对不对？但是如果跟了十分钟，她还在前面，那可能就把车窗打开。嗯。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可能请你快一点，可以请你快一点吗？哇，这么温柔的态度，好日系的告白，可以请你快一点吗？那如果开车会有点不敢按喇叭，因为车子喇叭太大声，对，他们会用下去。摩托车就算了，摩托车没那么大声，摩托车汽车一下，你这样稍微这样点一下，尤其是开卡车的，按那个喇叭实在是很不道德，就那个，真的不道德，妈妈会吓死，会吓死。好了，各位这样子好不好？我跟你讲，今天难得蔡哥来，嗯，我们还有时间，嗯，邀请蔡哥一起玩我们木曜最喜欢玩的游戏。哎呦，哎，你干嘛这样跟我？二选一，你们四个人表决要玩什么？一个是木曜经典游戏，爱情心理测验，爱情心理测验，哦，这个我都会，你们播完我会回家自己做。可是没有洋洋上可以吗？对啊。啊，我跟他家里自己做，他今后不会再跟他同台了。OK， 今后都不会了，对不对？哎，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有可能他喜欢我啊，那也不一定啊，没可能，没可能，不可能，不太可能，不可能，对啦。像这个话就不宜在大庭广众，不宜再讲，这个反而不行，这样讲，这个反而 OK 了，有点难抓。就说这样讲，就说这样讲，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表现。哦，对，就是你要怎么讲呢？才哥教我一下了，就是要讲什么？当然是会有机会的，嗯，机会永远都在，嗯，没问题。来，我们吃饭。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演蔡哥，然后我们三个人回应。你演蔡哥，嗯。哎，你觉得你央跟你娘什么怎样？就是你模仿他，像刚那样。好像我是蔡哥的。对，你现在真的是蔡哥。我们真的当他是蔡哥。对对对。你要看我，我怎么表扬你讲？啊，你觉得你跟央有机会吗？对啊，对啊。我觉得是有机会。白痴啊，没机会啊！怎么可能？不可能有。对啊。虽然说你算帅，但是你这就多了，不可能会这样，不可能，不能会这样。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台哥有时候蛮不会讲这种话，不会。干嘛？通常都不讲话了，我慢慢算，慢慢在观察。你一算，继续啊，来。第一个是爱情心理测验，第二个是上周吗？对。哦，超级好玩，阿良去引进从国外特别引进的联想游戏。哎呦，国外引进的，就像那个宝可梦。然后讲一讲那个哦，这样游戏好好玩，嗯，都可以啊。继续开始，不是你要玩哪一个啦？就玩那个命运测验啊，心理测验，爱情测验，真的假的？因为今天蔡哥在嘛，我们测测你的爱情，测测他到底是怎么样。对对对对，我们也是很好奇啊。嗯，其实蔡哥这么久了，先发个那个，因为蔡哥最近也瘦下来了。哦，没，最近对，瘦瘦胖胖的，对啊，就是瘦下来了，对。就是蔡哥是什么星座？我是射手座，射手座跟白翔还有阿良。哦，还有阿座属什么的？我属蛇，属蛇射手座没有那么烂啊，怎么会这么糟呢？没有，台哥，因为我还蛮喜欢一个人做事情，所以那你就既然喜欢，你就继续下去。对，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哎，两个人也不错，那就不要了，那就还是一个人吧。好，就是养一个人。有时候你一个人习惯了以后啊。你会不习惯旁边有另外一个？哦，这倒是真的，对不对？因为我很爱，比如说自己去看电影，自己去冲浪，自己做很多事情。哎，自己看电影？对对对。哦，你会自己看电影哦？我很常。射手座是好像会。真的假的？哎，对啊，来，不会。对，我之前你也会自己看哦？我之前会。对啊，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自己在看啊，也很少邀别人一起看，尤其是小电影的部分。你看这个就不高级了，哦，这么高级？大家过太直接了，过太直接，很高级的在把这些讲这些叙述，然后那小就然后。然后大家就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然后这个梗整个毁掉，有没有？就整个就毁掉了。要接到那个地方。OK， 我太早破了，你懂意思吗？就是毁了嘛，整个就挂掉了。那台哥再给我一两个机会。不用了，不用了，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没有机会了，哎呀，来啊，准备好了是？来问，完全 OK。来啊，等一下。哎，你去哪里？小整理一下自己。什么主持到一半，主持人消失？没有问题啊。大家好，我是蔡哥。
你是谁呢？大家好，我是温妮。那你呢？我是阿布玛利亚。哎呦，阿布最近那个按赞订阅的改成台语版的哦。对啊，最近台语有在钻研哦。台语很难哎。哎，要不要教他几句台语？台语很难，台语就困难呢。台语就困难呢。台语就困难。哎，讲得很准呢。什么意思？就是很难的意思，就困难呢。嗯，台语困难。嗯，困难。赞哦。哎呀。哪有时间？我觉得他叫你出去，然后蔡哥在那边硬那边垫，在这个情境呢，很荒谬。我讲，他讲说台语就不对了。台语。台语。台语，它是一个浊音。哦，对对对对对对。台语。语才是对。语。台语。语就不对了，就说台语就是它厉害是在它的浊音，跟它的 accent 是。不太一样，大家听我说，这倒真的。嗨，你说这个心理测验是可以测出来说，你在恋爱的时候的特征。哦，好，我这个年纪还要测恋爱的特征是吧？可以，你先假装你自己，假装我十七岁、二十七八这样好了，十七，像十年前，大概两年前吧，大概两年前，十七，十七太烂了，二十七八了，二十七是的，好来，二十七，好不好？二十七的时候很烂，那继续。童年的呢？这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你可以飞的话，你会怎样飞？这样的一个选择，会怎样飞什么意思？你听就知道了。选择题，好 ，A， 坐上魔法的扫斗飞，就是 A， 好 ，B， 跳在一个很大的鸟的背上，坐在它背上，然后像神雕侠侣这样，咕咕咕咕，然后这样飞，咕咕往咕咕这样飞，咕咕呀 ，C。坐直升机哦，第一是直升机是，第一是 skydiving， 好 skydiving， 你会用比较 skydiving 的方式来飞 ，skydiving 就是往下坠的意思是吧？是的，但是你可以砰，可以那个，它是当妹的哟，翅膀的可以张开的。A 做魔法的那个 A B C D 啊 ，Hero Not Dead， 你们是 Harry Potter 的哦，你选 A B C D 就可以了。然后 B 是坐在一个很大的鸟的背上飞。咕咕咕咕，咕啊咕咕。C 是那个鸟是他带着你，还是你叫鸟飞？啊，就是你说咕咕啊往前飞，还是咕咕？你是说是鸟还是咕咕？对不对？是鸟，你是坐在鸟的背上，鸟载你。可是你可以，你就很像怪兽与它的产地。我可以操纵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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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操纵鸟有点厉害。坐在鸟的背上，但可那个鸟，可是那个鸟有可能是。就是说，它很像 Uber， 它设定一个目的地之后，不太能转，就是没有这种事情，不太能换场地。C 直升机，你又没有在鸟的背上飞过，你怎么 ？Helicopter 啊 ，Helicopter，C 是 Helicopter， 那是 Helicopter，Helicopter， 好像不赛。Helicopter，Helicopter，C 是 Skydiving， 比较现代的，把你们写，好，谢谢。这样好不好？然后我会先解说，我从 A 到 D 解说，然后我解说完，如果你是 A， 你就亮板；好，然后你是 B， 你就亮板，这样好不好？好不好？这一题呢，是因为你在恋爱的时候呢，人家常常说恋爱的时候会让心情很雀跃，像在飞一样，所以利用你会选择怎么想飞的这个特征来推导你在爱情里面的特征。哦哦，我在爱情里面的特征，对，错的是的。选择 A 的人做魔法的扫斗 ，Hoki no de Tobias。选择这个的人呢是喜欢自己主导恋爱，哦，因为魔法的扫斗是自己操作那个扫斗，你必须操作那个扫斗你才能飞，好，所以你用魔法的扫斗在飞空的时候，你希望自己可以去lead你的对象，你是想要主导这份爱情。如果你喜欢上这个人，你就会去跟他告白，然后。去把他带到去交往，然后约会的频度啊，去哪里约会啊，你都会想要自己决定。当有一天你真的觉得这一段感情走不下去了，你会主动的把这段感情切。Break up。哦。选 A 的人请亮板。你个屁蛋！对啊，其实有点不准。我们怎么枪法他？你选 A。A。为什么你选 A？ 其实因为我就觉得扫帚。我觉得比较安全，然后可以自己用的感觉。扫帚有比直升机安全吗？对，那直升机感觉就是很机械的东西，不是我的菜，不是你的菜。对，我讲，我本来想选 A 的，但是但是问题扫帚就一根，坐起来不舒服，会卡住，会提醒，你懂意思吗？个人差，像我可能勉强，你可能也不行，我可能也不行，不舒服啊。台哥如果
骑扫帚，对不对？会挂在两边，只能勉强是，很像一个葫芦这样，勉强是冬天，好像有一个圣诞节的铃铛挂着，就算了。如果是夏天，对不对？夏天它在天上飞，因为它很接近太阳，以为是天不四十度，柏油路上会在啪啪。两颗蛋掉在玻璃上，逐渐坚守，这样很不要再讲了。对对对对。あ、分かりました。あの、因为小时候就看喜欢小魔女哆来咪啦什么那些。小魔女，小魔女哆来咪有拉吗？哆来咪啦。哆来咪啦，哆来咪啦，哆来咪啦，魔女的宅急便とか，魔女的魔女宅急便，魔女宅急便，所以我就觉得あの理想中的飞法。阿刚说你喜欢あのリードしたい是有吗？嗯，我目前是没有，所以可能没有遇过真的喜欢的人，也有可能。你是喜欢被动的，喜欢被告白，喜欢决定去哪里约会，所以很懒的是呢。哎，但这蛮准的，因为我会自己告白，我会先告白，我会抢先告白。我觉得他蛮准的。他是天天告白，而且是每一个都告白。我没有到天天告白，但是我会真的喜欢这女生，我会告白，只是有没有成功那就不一定。可是我觉得你的告白是那种会包装的很好的，就是把它弄得很好笑，然后或者是说借着节目一直讲，然后或者是说叫别人讲。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说，今天下午9点路灯下见证，我觉得你不敢哦。但因为我告白，我没有当面告白过，我都是，比如说视讯告白，我会做 PowerPoint 啊，或是什么的。PowerPoint， 因为我可能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是被动，但我可能是到98分，其实是我在控制，然后等一下讲之类的，就是就让你这样做。我讲一句公道话啦，谈恋爱女生如果没有让你接近她是没机会的。这种东西就叫做男追女隔座山嘛。女追男隔层纱嘛，哦，这倒真的。那隔层纱很简单的，掀起了你盖头来呀，是不是？追男仔就这样的，是这样的。OK， 好，下一个，选 B， 坐在大鸟上哈，大鸟是，你会谈一场十分快乐令人心动的恋爱。哎呦。他说：“因为你坐在鸟上，坐在鸟上有可能不能完全控制那只鸟，因为毕竟主导是在鸟身上。可是我也在主导啊，我叫鸟往这边飞，啊啊啊，它就往这边飞。研判你骑的是乌鸦，对，因为鸟有，他意思说有一点点，不是好抖，它往这边飞，研判是猫，就是可能会像刚刚在夜市这样。”就假设你是鸟，然后我们控制你，你会忽然飞到旁边去，因为你忽然间想喝个杏仁茶，你会飞走啊。杏仁茶的有不能控制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可能是它飞去哪边，你没有办法100%精准的确定。所以在这个飞行的旅途中，你是会有这种哇酷哇酷，你很期待，兴奋，你有心跳感，就是那，好不好？所以你会谈那一场啊，我看看谈那一场令人心动的欢乐恋爱。或怎样？然后呢？哦，他说你这种选 B 的人在恋爱当中呢，会不经意的告诉对方说啊，我真的好喜欢你，我真的很爱你，然后让对方完全的浸泡在这个恋爱的泡泡当中，然后这个恋爱感就会高腾，偷偷一直给讯号的感觉，一直给讯号。有的男生会不好意思讲说，我连我都有点讲不出来，不然说我爱你。我喜欢你，对，但选 B 的人是比较有可能在恋爱中，他会忽然就说啊，我真的其实这个就是有爱，这其实讲起来就是英文真的比较好讲 ，I love you， 对，这很好讲 ，I still， 日本人不太会讲，我喜欢你啊，日本人也是比较保守，比较更比华人比中国人都还要比我们更保守，更保守，日本人不太讲我爱你，但是台语讲我爱你就很奇怪。我爱你，有点太认真，来啦，对，赶紧嘛来吧，就是很奇怪，这样光听吗？来爱吧，我爱你，你来就搞的，喂，对，是这样，台语好像很少讲，台语很奇怪，哦，你这打得足强哎，喂，很难听，你够强啊，打就是很会打比赛，会很会讲，台语可能只会聊天的，台语比较少，对不对？台语可能就抱一下，来啦，来啦，就抱着，来啦，就很奇怪，台语不好谈恋爱，你知道吗？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广东话也比较不好谈恋爱。台语比较 man 一点，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比较不谈情说爱那系列的。雷啊！很认真。过雷啊！雷啊！雷吗？雷啊！好啊！一个过雷吗？好了，快点呐！选 B 的人请亮板。哦，
Oh my god！ 超牛！我觉得温妮是算准吧。台哥，台哥，我觉得应该没有。他说应该是 A， 因为台哥会害羞。对，不可能，不可能。我这个人是这样，他是跟害羞没有关系。他是我是很洋派的。可是你很害哦，你会讲英文。所以台哥如果问你说，哎，台哥你为什么今天约我出来？你会说，哦，没有，我就喜欢你啊，这样子，你会讲吗？不会啊，不会讲。我才在约你的，居然我就喜欢你，我神经病了我。没有，是在恋爱中呢，恋爱就是交往中，两个已经交往了，嗯，然后那当然会啊。可是台哥我觉得会害羞哎，什么那种真正的称赞，太认真了。他比如说他恋爱中，他说台哥你的。哇，你蛋真的好大！他就会说，小声这么能播吗？他说你不要乱讲，不要乱讲，蛋大没用吧？不要再跟我讲这种东西了，你不要讲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对对对对。哦，你竟然选 B， 这还是因为你只知道《神雕侠侣》，所以你不能试一下是你，因为你刚这几个东西，对不对？鸟是比较安全的嘛？哎，那根棍子卡在中间，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棍子可以很大啊。helicopter 感觉是很舒服的棍子 ，helicopter 是最啊不好讲，不好鸟身体比较 ，helicopter 是比较，哎对对对，感觉可以睡，机械的东西啊，我比较害怕，比较控制。我来看的话，我会觉得鸟偏危险，会吗？因为没有安全带啊，安全带可以抓它羽毛啊，可是 helicopter 有那个哎。可扫帚也没有安全带啊，万一鸟抓一抓，然后它忽然来冲刺，然后两把羽毛，然后你飞在空中，鸟是相对比较那个的，比较安全，你要比较 steady 就对了。第三个、第四个都没人选了，你选了什么？你有没有讲你选的？我忘记选了，靠，你又搞这套，完了。Skydiving 我不敢，然后 helicopter 我也不敢。我可能会选那个 B 啊，扫帚。我可能会选鸟，因为扫帚感觉很痛啊。你也是怕痛的。对啊，菊花残满地上。我是不怕，我们压得住它。你可以去参加惊叹哈，可能有网友选 CD， 我还是讲一下哈。选直升机的是怎么样？哦，选直升机是你会以结婚为前提谈恋爱。哦，他坐直升机，因为有那个驾驶帮你在驾驶，所以是相对安全。然后你可以很轻松的坐在后面，然后飞上去这样。所以你会想要追求有安心感的爱情。嗯，所以安心感就是你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手，或者是对方可以愿意跟你说，我们可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你会觉得比较有保障。哦，那就是属于相亲派的了。啊，就是接近相亲这样。哦，他说这种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先确定彼此的生活习惯、金钱价值观有没有差不多，先确定好之后才开始交往。他会比较一步一步来。哎，日本也有相亲。有。相亲怎么讲 ？Omiai。Omiai也是呢。哎。哎。米阿姨，哇，选 skydiving 的是哇，你想要谈那种刺激的爱恨纠葛的爱情？哇！他说 skydiving 是你就只有刺激的一只一只一只弹出来，直接飞到空中去，伴随着刺激与恐怖感，所以只有快乐的爱情对你来说不够，你想要有很激烈的嫉妒。你想要控制对方，当然你们之间也会吵架，但是你们会越吵越爱，越爱然后激烈那种。哪有越吵越爱？我猜到这个样会选，他喜欢 skydiving， 我猜他会选这个。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因为他想 skydiving 选 skydiving， 然后跟爱情完全没有关系，他单纯纯粹喜欢玩。他当然也有可能会选那个扫帚，因为他喜欢哈利波特。哎，对，跟我一样的想法。以上です。はい。这个，然后呢？还想玩了、啊？当然了、啊，一题怎么够？再一题啊！一题怎么够？前面有一个夸胡，一题时间怎么够？再一题，怎么拖、啊？再一题，你们给我30秒，我审核一下看这一题。好，你慢慢来，快点。所以相亲是欧米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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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以为是欧米亚，如果是假的相亲就是欧米亚给，哈哈，大哥。欧米亚给日本佬给呗，对，假的相亲，欧米亚给，欧米亚给，对给。台湾还要吃那个阿巴欧米亚，买到了，弄到了，哇！我跟你讲，今天我开放冰品给你们吃，哇！阿巴欧米亚真的我是推荐，推荐中的推荐，请问没有？请问典狱长现在吃冰要你开放是不是？两个，邱威西就是，或者凉的，凉的，那真好吃，哦。你们拿个碗这样分一下，好吗？我那你分一下。拿个小碗，我们两分。你们拿个小碗分下来。好，可以。我是的，香。他
开始要不要吃？我不要，我不要，目的的是。目的是刚刚。目的的是，一定会很喜欢。来问啊，就是哦，原来是长这个样子，那我快一点，好，林小亮，谢谢帅哥 ，Thank you，Thank you。哎，啊，他那边有，哎，又把我们这个附近的好的美食又介绍了一遍，真的，真的，大家明天又跑来乐华夜市，这乐华夜市其实东西真的很好吃，你可以吃到，而且这个是属于比较不是观光夜市。比较属于在地人这种 local 夜市，就大家比较不会，就是如果是观光客的话，比较不会来。你要这个，刚刚光是在地人就已经吃到快炸掉了。来，你们边吃边听我说。你讲，这一题有一点点，它有趣味。你讲，但是正确度我们待会我们别人讨论怎么讲。我先不说这是测什么的，我直接问你们问题。好，现在要帮黑猫取名字。你会帮他取什么名字？一只全黑的猫咪。好，我帮他取名字。那因为他是日本的心理测验，所以他有一个发音，我直接讲日文，你们去感受。A 是帮他取名字，因为他是黑猫嘛，所以叫做小黑骷髅。黑骷髅。骷髅。A 骷髅是。B 叫做 Charo。Charo。叫他 Charo。我们在下面一组 Charo 日文怎么说 Charo？ 我看。干奶。三会叫他 Baby。Baby。Baby。Baby，baby，my baby， 再叫他 baby， 宝贝，宝贝。D 会叫他 boss，boss， 哦，老板的意思，大哥。黑猫吧，很帅，叫 boss。A kuro b charo c baby d boss。決まりました。決まりました。OK。这次我们先全部亮板啊。好。还请亮板，等等，等等我这样。D B。D， boss， boss， 恰罗，恰罗的是，恰罗，茶郎，恰罗，恰罗，所以恰罗，恰罗 ，boss，boss， boss， 没有骷髅，没有 baby， 那真的，你叫我来给你，恰罗的，你帮我们个性蛮像的，来，让我一个一个讲哈，恰罗，恰罗，我等我，恰罗，茶郎，没有看过，我是恰罗，不知道听起来很顺口，恰罗的是。听我说，这一题呢，竟然是可以测出你的后辈，对你的信赖度。哦，选 A 的人就是帮他取骷髅的人，后辈对你的信赖度大概差不多是70%。哦，还不错。所以因为你会把帮猫取骷髅这样子的人呢，后辈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前辈。好。你跟后辈的关系就是还不错，然后工作也可以顺顺利利的，哦。但是呢，因为你，而且你，但是你是那种完全不会把你的私人的任何事情带到职场的人，所以你跟你后辈的关系就是只有工作。所以工作结束以后，他如果找你去说，哎，我们就学长，我们就喝一杯，来哥，我们就喝一杯。他说你不会去，所以你后辈会觉得说，啊，有一点寂寞。我这没办法在日本生活。我觉得他判断的条件，我觉得他判断的原因是因为一板一眼的就叫他骷髅。看他是骷髅就叫他骷髅，所以就是他用这样来判断你是这样子。泰哥吗？不是，我是恰罗，没人选 A。啊，我以为是泰哥哎。你把我都会跟你们讲我私底下的事情啊。黑猫，黑猫取叫恰罗的人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恰罗，恰罗卡哇伊，恰罗。后辈对你的信赖度高达90%哦，后辈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先輩，会觉得你很疼他，他会感觉到你有在疼后辈，真的，在你的麾下做事情呢，会觉得非常的好，很好伸展拳脚，很简单，不会饿肚子，嗯。泰桑很准呢，说的是，对啊，其实蔡哥也蛮准的，恰罗恰罗，是吗？哦，他说他蛮准的。从你的后辈看，你后辈眼中的你，不只是工作，连他们的 private 都，连私人都会很想要跟你们一起，说的是，我想要陪你们，喜欢，我觉得蛮准的，嗯，像台哥哦，半夜2点问我说，哎，百祥要不要陪我去急诊？我马上说，我就想陪你去急诊。为什么嘞？我超想去，我晚上无聊到爆。这是在抱怨。我想开车，电动已经打到一半了，还是超想去。错，我已经要睡了。免费给我做，他说他打电话，哎，真的陪我真的不行。很可爱。他怎么怎么了？我可能手真的快不行，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嗯，台哥，你怎么知道我想开车啊？想夜晚飙车，完全猜到后辈的想法。然后他就拉了一个他的后辈，叫孟子，
我打趣说，陪我跟台哥一起去，想不想半夜陪我叫车？孟哲说啊，是，孟哲应该也很想吧。然后我说台哥要我们陪他去急诊室，他说没问题，到我家楼下载我。老大，很会呢。老大要不要吃？有人选 C 吗 ？Baby。Baby 没有选 Baby 的人，后辈对你的信赖度大概是五成。嗯，会帮会帮猫取一个 Baby， 好像小朋友这样的名字，会觉得说，嗯，你是一个还算是照顾，蛮照顾自己的前辈，但是你也会有一些让他觉得很麻烦的地方。哦哦，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判断说，你会帮他说哦 ，baby 好可爱，就是感觉是这种个性。你可能对其他也会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你可能有些地方后辈甚至可能反过来可能要帮你擦屁股或者照顾你，后辈可能会觉得你有点烦，所以信赖度只有五十，最后是 boss 嘛，对不对？嗯，对。我跟温妮嗨。哦哦哦！哎，我第一次现场听到这么久的，是用的用的八字，用的八字啊，用用是四的意思，用八字四的吗？因为不会臭，所以不怕。对对对 ，boss，boss 是谁跟谁？他们选 boss 的人，后辈对你的信赖度只有一成的，怎么可能？好可怕，会欺负后辈。好玩了，心理测验。他说：“你们帮猫咪取小黑猫取名叫 Boss， 简直是帮他取了一个像是在叫上司的名字。所以后辈觉得你说后辈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前辈。欸”这是没错。哎、欸，好可怕的后辈哦、喔！好像我永远都是后辈。他说：“这种前辈会很信赖后辈，把很多工作都直接或是一些事情直接让后辈去挑战。这个有准，这个有准，会放飞他们。所以后辈被放飞的时候会觉得很紧张，所以在某些程度之下，后辈会觉得很担心，所以对你的信赖度只有10%。可是我们对后辈的信赖度超高。对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给你钥匙，你可以帮我。对，你该做什么？他们就是那种在游泳池上面说，哎哎哎，然后就把你推下去，然后打。他们两个，我先解释一下他的后辈，他有两个后辈跟他的关系，我一讲全部观众都知道来讲谁，就像在《无限列车篇》那个伊之助做的那个梦里面，他那个梦里面的炭治郎跟善逸是他的小弟，说谁阿力 K， 他有两个妹妹是这样对他的说阿力 K， 然后他说我回去的时候去我家喂猫啊，我开门杀阿力 K， 然后接钥匙，哎呀我开门杀阿力 K， 我可能不止两个。然后你们有检查说有喂猫，说有喂猫啊，你啊啊你可以，然后就会拍那个猫的照片给他看。他有两个小妹，这么挺哦，因为他是不良少女，他是魔多样体，所以是这样。没有，大家很愿意。哎，这样很好，这样关系很好，关系是很好的，好吗？在台湾，你看他身处他乡异地，有这样的朋友，哇，这样子小，真的很会找朋友，对吗？也见证我们台湾人是温暖的，对啊。说的是说我们，说那得说那得说吧，大概就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概就是。哎呦，说了说了，那超时的事情。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这样子吃吃喝喝聊天，对啊，一下就结束了。这时间过得特别很轻松，很轻松还是很松，这样很轻松。哎，我跟你讲，我们去夜市很拼的。对，我们是把最 peace 的这段留给你了。哇，真的是谢谢，我真的是最喜欢木曜市场。今天只是稍微遗憾的一点，就是央没有不想跟你聊聊。没有，但是我有感觉到他的心是在这边的，还有跟我们一起。你要不要讲？他好像已经走了一样。喂喂喂，他在家里看。对，还有还有，好了，下次要来吗？会啊会啊，你放心，只要没有泱泱，我一定找你，好不好？大家约好。好了，期待。对对对，好，绝对你绝对。我跟你讲，下次哈，我们自己几个主持人都到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视窗，是只有他跟泱的。这样子，他在另外一个空间聊天，付多少钱？可是我受不了，我看不下去，看不下去。你会不会这样？等到疫情结束，然后我们第一个出国大外景，邀请你，然后你就这样很荣耀的来，没有泱泱，这样我没办法接受，因为其实木曜四少就是要有泱泱才好看。不一定要有猜歌，但一定要有洋洋。对啊，这是真的。这个是一定的，肯定100%，本来就是这样。有没有没有要帮我说一点话的意思？完全没有。好了，今天谢谢那个蔡哥，谢谢蔡哥，百忙之中还抽空过来捧场，有始有终。这个疫情渐渐要越来越好了，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平安，然后希望大家这个
赶快度过这个恶劣的环境，这个疫情赶快过去，没错。然后到乐华夜市呢，好好享用一下，你看我们东西都这么好吃，很好吃，好不好？等到我们真的都开放以后呢，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好不好？谢谢蔡哥，谢谢大家，谢谢哪些人，我们看一下。Thank you， 谢谢百祥、永威、Rain、百千。还有小军哟，还有小军啊，还有特别感谢 Abdemi Song 跟 Echo 哦，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个等一下去 YT 给我们支持一下，好不好？这个大哥什么？那单元叫什么来着？大哥要，好看嘞。大哥，你觉得是叫大哥要吃吗？还是叫孟哲带你玩？大哥要吃吗？来，我们下次见，拜拜。好看，我可能会把它改成孟哲带你玩。下周见，拜。如果你有被帅到，请订阅。如果你有订阅，才会帅。那你更要订阅。